平时去餐厅、手工啤酒吧都可以饮到少爷啤嘅出品。不过要是最新鲜嘅啤酒，就梗系直接去佢哋嘅厂房种地，设喺黄竹坑嘅酒厂基地，占地成万尺，主力生产七款恒常啤酒，好似1842 Island IPA、飞云、咸柠啤等等。加咗呢个酒厂导赏团，就有人带你由大麦研磨、煲煮麦汁、发酵到装罐，讲解成个酿制啤酒嘅过程。其实手工啤嘅主要材料都系大麦、啤酒花、酵母同水，不过用上唔同嘅麦芽，发酵过程同酿制方法就可以做出千变万化嘅味道。好似呢个黑毛常系列，用咗威士忌橡木桶陈酿，再配合唔同配方，就酿出烂尾版、朱古力版同梅尾版嘅黑啤。之前仲赢过亚洲最佳啤酒添。行完 tour 就到万众期待嘅试酒环节，劈两边嘅酒牌，写实当日供应嘅新鲜啤酒，等大家免费试饮唔同款嘅少爷啤。咁咧喺少爷里边咧，其实一个月我哋都出好多款唔同嘅新酒啦。咁最近有啲咩新嘢呢？就系呢两个 hea 啤酒啦。特别之处咧，其实佢哋就加咗啲 CBD 落去嘅大麻素落去，可以令到你更加 relax 啦，亦都可以更加 enjoy 我哋饮酒呢个 experience。